窗往外拍，底下是一大片云海美景，但仔细看机身侧边挂着响尾蛇飞弹，这可不是一般飞机，而是 F-16 战机。这是从云的外面，是很不应该了，因为现在每天都面对那些中共的恐吓啊。战机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一个防卫的部分，不应该在做任务或者是一些飞行的时候不止拍到机翼侧边，多段影片流出，还有一段视角从后座往前拍，机舱内荧幕显示器一些机密设备几乎一览无遗。以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可能会知道我的一些飞行策略，它只是一位这么说这样，背后可能还有更多只是没有被抓到，只能够让他们操控拍摄嘛，谁知道说就是飞官会不会遭中共渗透啊，拍更精密的影片。F-16 是一架多功能空对空战斗机，主要负责对地搜索、掩护炸射等多种任务，用于中低空防空作战。机密影片不慎外流，恐怕造成国安疑虑。抬头显示器上面的那个光点，如果怎么还原成数据的话，就可以还原成它的所在高度、速度跟飞行向量。左脚上面那个多频显示器呢，有可能显示它的武装配备，或者显示它现在对地的扫射波形。对此，国防部回应无法确认拍摄人员，但已经扩大调查，绝不护短。而疑似外流影片的飞官是空军少校，曾经披着国旗出国参加体育赛事，为国争光，如此优秀却违反军法，让国家安全网出现破洞。三立新闻郑祥仁、陈怡萱台北采访报道。